宣判时指出，根据现场拍摄的片段，显示被告曾经主动伸手强吻新奇和折断旗杆，再将旗帜抛到空中，这些动作都是故意侮辱国旗的行为。法官则令这个月29号宣布刑罚。台上旁听的观众在钟汉林离开法庭时高喊“撑住”，而当事人则是回应“香港人要撑住”。因为钟汉林还涉及违反国安法和洗黑钱的另一宗罪案，因此还在被羁押。